准备看到我们的第一个提示，五秒钟，请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比啊，绝对不会有想法。经典。第二个提示，请看。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一双双一对对的，都是悲剧。啊，一双双一对对的。第三个提示要出来了，答案几个字？答案七个字。七个字。答案七个字。第三个提示，十五秒，请看。我就知道，我就想了。曹格的歌，梁山伯与朱丽叶。梁山伯与朱丽叶，答对了没有？恭喜大根成为我们的这个资格赛入围的朋友，来，请各位。恭喜大根脱离猪头了，恭喜你变成人，加油了！为你出的九个九宫格题型，一起来看题，请看。大根的九宫格攻略赛题型分别有：星爷孤峰一击。脸智观察海变，喜剧奥运会，大根开花尝试，财经用语考硕士，大战三百回合，重振雄风这样吃，狗仔队最早有，全部都不因为你而设计。怎么感觉都没有一题我擅长吧？不是，没有一句是好听的，没有一句是好听的。考硕士啊，听干嘛？他现在这三就是硕士班嘛，不是吗？对，现在硕士研究所了，对不对？狗仔星爷是你的偶像啊，脸上有痣啊，这都是你啊，都是我，对，都是我，都是你啊。没有很开心的，要重振雄风，重振雄风，然后又要挨变，重振已经是萎掉的意思。好，那我就先不理他，我选。星爷功夫秘籍好了，这大家小时候看到大的哦。星爷功夫秘籍，你有三分钟的时间往下递减，这是越少。准备，请出题。题目是：在电影《功夫》中，周星驰花了多少钱来买如来神掌的秘籍 ？A. 五元 ，B. 十元 ，C. 十五元。快，时间在走，来，请锁定。快，我的答案是 B。B 十元，请锁定。应该是两分四十四秒。对，对，但他你为什么十元感觉是用猜的？因为五元对我来讲，五元跟十五元你都要拿到两个钱嘛，一个是就是一个小钱，五元太便宜了，十元比较像是那个乞丐会卖他的钱，十块钱。林君还记得那个片段？对，我知道，就一个乞丐拿出来，然后说：“哎，我卖你这个价钱。”然后说：“好。”然后一回家才看到下面有写售价多少钱。对，该不会是五元吧？十元吧？因为现在你锁定了，我们可以讲，他是花十元，然后发觉定价对嘛？他去救那个妹妹，妹妹被人家尿尿，他花了十元，结果定价是五元，对，妹妹 A 五花十元，请揭晓。好的，开始。恭喜你，十元定价是五块钱，买了十元定价五元。我买到竟然是一本如来神掌，千万不要翻到最后一页，便宜你啦！来，第二个提醒，重振雄风，重振重振雄风吧！我知道你有需要，喜剧运动奥运会，喜剧因为我平常都在看一些，就是中段子啊，到处的各地的那种喜剧的段子的表演影片嘛，要多收集一些幽默的元素，对表演是有帮助的。对，喜剧奥运会。请出题，两分四十四秒倒数，题目是：下列哪一个知名的喜剧演员曾经参与了奥运的开幕典礼 ？A. 豆豆先生 ，B. 卓别林 ，C. 志村健。哇，这难了，应该不是志村健吧？这有点难，因为豆豆先生或卓别林。豆豆先生，如果是豆豆先生的话，上一届奥运在哪里啊？伦敦、巴黎。A. 豆豆先生 ，A. 豆豆先生，请锁定。确定，因为豆豆先生在应该就是在上一届开幕伦敦奥运的时候开幕表演了啊，卓别林没空，请爱先生。2012年呢，伦敦夏季奥运的时候，就以豆豆先生的身份出现，并且还跟伦敦知名的交响乐团一起演奏了《火战车》的配乐。他一直按那个键。噔噔噔噔噔，再来一个，完蛋了！接下来没有一个是我擅长的。重振雄风啊！你都这样，给你暗示。有真的要我重
2分17秒倒数，题目是：男人补锌可以增强体力与生育力，但生蚝不是锌含量最高的食物，那哪一个才是呢 ？A. 洋菜 ，B. 南瓜子 ，C. 芝麻。应该要知道的。我应该要知道吗？对，我现在正年轻，就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我应该不需要这些东西吧？我的答案是1分49秒。我的答案是芝麻。第一是，请锁定。你怎么选芝麻？因为芝麻感觉对人体都蛮有多帮助，帮助很多啊，它可以重振雄风。为什么我记得是南瓜子？你如果记得的话，那你应该是对的，因为你可能平常在吃。你可能比较常用。答错了。不过你记得这个，我记得你上次被打，记得你等一下什么时候会被打。你之前吃的都是南瓜子，我原来吃错，你改吃芝麻啦，之前都吃错了，都吃芝麻，都是效果嘛，怎么会当真呢？对，很笑的，好笑，好笑，真的好笑。你不要跟我这种计较哎！谁会计较？不，南瓜子我可以改，我改南瓜子。一路好走，请揭晓。哦，不是，南瓜子吗？是南瓜子吗？来，请研究员告诉我什么？正确答案是 A 洋菜，所以大家都吃错了。洋菜呢，它是海藻类的哦。那我们来看看哦，它到底为什么锌含量会比较高？这是根据卫福部的一份研究调查。其实呢，生蚝锌含量虽然很高，但是每100公克里头呢，大概也只有15毫克的锌。不过洋菜每100公克居然有59毫克的锌含量。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哦，其实锌不能摄取过多，否则可能会慢性中毒。我们一般建议啊，这个成人男性呢，一天呢最好大概是使用在15毫克到35毫克之间。非常可惜，到此告一段。太早要重振雄风了，但是今天也学到了，你吃错了，不要吃南瓜子，要吃洋菜。好，来，盲进，什么下一回合的行动力，资格赛。在社会走跳，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不要再考虑了，按下订阅的频道，加上小铃铛，全民行动力，赶快来订阅哦。